演员的学历真的不低，只因火的演员学历普遍较低。德云社后台所有的演员，具有大学专科和大学本科学历的演员啊，占70%以上。您听，都证明我们德云社演员的学历并不低，普遍还是很高的。但是为什么大家觉得德云社的相声演员学历较低呢？老有这个误解。为什么呢？怎么呢？因为火了呢，结尾啊。学历普遍较低，到他这破案，他们流量大啊，没事你俩就坐你车里边，这全是油子，很不和谐，哎，拉低了我们整个德云社演员的水平。哦，有我，因为在这个德云社，我们这个团伙里头，我团体啊，团体呀、啊，我们俩人都不太吃香，哦，不受待见，对，哦，为什么呀？因为咱们有先天的劣势，咱什么劣势？就是文凭实在是比他们高太多了。我们师傅那儿卡着，师傅怎么了？所有捧的这些个小角儿们、啊，这些徒弟们，对，都有一个标准，什么标准？这个学历都不能比他高。是吗？他自己关键他卡得太低了。评级，德云社有这么高学历的不多，他来之后也一直在受歧视，还行，没少挨打呗。这个，老乡容易吗？我们父子两代人一辈子没见过化学书，真没文化。岳云鹏头一阵，岳哥怎么着？他就小学呀、啊，啊对呀、啊，你很烧饼，明白没？这儿童啊，对，这好，这好，儿童自幼学艺啊，翻译过来就是幼儿失学。张鹤伦16岁的时候烤串经历7年。张志林，第二个，小学4年级孩子不上学，上德云社，让郭老师就给包养了。你这你培养啊，包养是不好，培养过程你那儿去。说相声学历高真的不吃香，相声财经大学毕业的。说相声呀，我这叫自甘堕落。我也大学，上哪儿大学了？北航。北航是啥呀？北京航天航空大学。啥？都学啥呀？这空姐，空姐。其实我们后台很多大学生，于谦最值得一提。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，这小子不需要猴啊，跟那个一个小黑胖子说相声去了。事实证明，说相声不需要学历。毕业，你有什么可自卑的呢？谁？你上了4年大学，现在不也跟个初二的在这说相声呢吗？这话比骂街都难听。哎，最可气的初二还逗哏。我已经给你留脸了，知道吗？我都不应该说我上个初二啊、嗯，我是个傻子。小偷偷偷偷东西，我不敢管。我那不是结巴，不是结巴，俩结巴说话呢，这不。西藏，你坐船去的，那哥们儿这辈子你到不了了。那不路过海了吗？那怎么可能路过海呢？青海，哎。就到了。到西藏的第一天、哎、我的心情特别的好啊，很开心。我站在戈壁上看着大海。你这你怎么看的大海呀？对，我有你告诉我是青海。宣扬这德云社你上那儿干去不完了吗？我去了，没要我不也没要你了吗？是他妈那人没要我不也没要你了。观众的衣食父母，我这态度是别说话，你冷静一点吧。我认为今天咱们欢聚一堂啊，大伙高高兴兴的能够选择我们名流茶馆呢，是真的喜欢我们这个名流茶。好，这个一个团队好了，其实都带动这个行业往前走了。大家伙会因为他们关注到是整个行业，您会用我们，因为关注到他们，也会因为他们关注到我们。相互的，毕竟我们干的也是这个工作。人工茶馆时至今日30年，对吗？大家伙非常认可。哎，对，人德云社来说，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品牌。没错，我们名茶馆我们也不差，就是我们也是数二数二的大品牌啊。来天津听相声，名茶馆绝对是您不二的选择。没错，以后可能就是第二选择了。没得选择，那就这么，你买不着票。就是观众朋友们就是我们的海洋，是，当然也有那个暗礁，就不让你选。